走吧。QQ me and un。挂满了的。挂满了的。两颗头乌可无法共戴一顶圣冠，可以啊，头小哥一点，或者是那个圣冠做大哥一点，就可以塞两个人头啦、啊。你说对不对？合理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说的没有任何毛病，让我再重试了一次。哦，可以了。观众可以花费忠诚点数累积你的 Twitch 图腾柱条，就你们看到那个500块那一个，有没有？集满之后你就可以获得额外奖励。帮忙或者是阻碍活动会自动发生，让观众投票给你奖励或是惩罚你，可以不要惩罚吗？让观众参加抽奖，创建你下一位教徒，这位教徒将由观众负责设计，并且随时在教徒上方显示观众的名字，是不是很棒？哦，我要被献祭了，是不是？开发者 message monster 发行 devoted digger 跪下等待献祭，哇！一开始就要挂了吧？等一下，大家眼前所见便是羊族的最后一只羊，剩余已经被我们赶尽杀绝了。庆幸最后这一只羊后预言将从此无法实现了，困在下界的一端也会永远受到禁什么，古老信仰也将得以存留。这是什么？那个又是水？什么？代宗关主，靠近一点，别害怕。虽然你已经死了，但我还是得用找你。那遗存的主教以为你死了，我就找不到你，没想到却是把你直接送到我眼前。我会赐你性生命，但你必须付出代价。我对你就一个要求，就是以我知名创造圣教，一言为定。我只能我好像也没其他选项，对不对？禁怨吗？上哪找哦？OK， 等一下，攻击是火箭炮。OK， 走吧。这种游戏我还是会的，好吧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是你了。Space 可以避开攻击，好。Let's go, baby。好。什么？拉桃鼠，别害怕，我是拉桃鼠，以前也像你一样是获选的气什么啊？但如今迷失在风中，我被派来指导你。这是孤岛信仰之境的深处，对我们来说非常危险。信哦，器皿，好器皿。我收到指示来指引你，继续穿越树林吧。前面第四出口，我就在附近。好，开家，说不定有东西。没有，走吧。器皿。哦，箱子，按 tab 开启物品栏。哦 ，OK， tab 可以开启物品栏。游戏声音是不是有点大声？你们等我一下。哦，
它就只有这个说明。OK， 等一下，我需要改一下设定，它游戏声音有点大。OK。哎呦，他开始差点就冲过来了。好，什么 ？OK， 我三个金币。前方又有一个可怜虫要被献祭了，解救那个家伙后，对方就别无选择，只能加入你的圣教了。哦，强大的古老信仰主教接受这份祭品。嘿，是谁竟然打扰我们的仪式，还敢闯入圣地？没有，我是被你们抓来的。哎呦，我还是被卡住了。牛，我等一下。OK， 追随者等待入教。自己安全的，你做得很好。红眼冠能让你使用地上的这种印记穿越遥远的距离，这印记会带你去一个古老圣殿，你就在那边创新的圣教吧。我到圣殿跟你会合。OK， let's go baby。请选择难度，你们要看哪一个，各位观众？我也想玩特别困难的、欸，完了，我太做事了。这片圣地现在归你所有，这些气凌霸碎的荒芜之地将成为你新圣教的所谓之处。我们要做的东西很多，首先是灌输信仰给这个可怜虫，让对方入教。教主可以替你收集资源，命令这位教主收集木材或石头吧。好。哦，出现了。OK。请让我改信你的圣教吧，我会忠实追寻你的。OK， 交换就可以了吧？入教喽，入教喽。OK， 太好了。所以我这边就先按决定。哦，它有这个东西的特质，恋章乱癖，装备是获得收集器。哦，是苦涩。OK， 我跟你讲，我要看聊天室，我才知道是谁。哦，原来是苦涩。不成早、哦。你去，你要砍树还是挖石头？苦涩，你要砍树还是挖石头？我给你们选，好不好？我都给你们选，你要砍树还是挖石头？苦涩 ，you want to chop down the tree or mining？你怎么晚上玩？早上台变晚上台啦、啊。第三选项，你教主哦，好行，去吧。哦，我们的圣教将强大无比，不过教徒必须保持力量才行，必须收集资源制造萤火。这个建筑能用于制作餐点。哦，所以我们需要木材加石头。石头哪里有啊？让我看看哦。这是木材，
诶，石头石头石头，这需要买游戏吗？如果你是想加入我们的圣教的话，不用买游戏。Twitch， 如果你是用手机看的话，你可能要换成网页才可以加入那个入教，就抽奖入教。我买少一点点，还需要多一个。OK， 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多嘞多嘞。这个是可以做餐点给我们的教徒饮用，我就放在这边吗？自己放得下吗？放得下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啊，这地形，算了，我还是放上面好了，自己吧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啊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你的教徒需要吃东西，得由你来为众徒，还要我把你们准备餐点。教会的饱足程度会显示在画面左上方，饱足程度过低时，教徒会开始挨饿。进行圣战时，可以找到更多食物，选择行进食物采集点的路线即可。哦，那是食物采集点哈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农种，然后可以种田。好。我还要保证你们的妈，我是保姆哎、欸！其实 D 是一起的吗？是，可是那个我好像还没开启，所以你们现在按好像没作用。小王，我还要煮给你们吃，我叫煮哎、欸。吃饭了 ，Crusade， 这样我必须建一座圣塔，不过得先找来更多追随者和更多资金，两者都可以你到古老信仰之境展开圣战时找到。我们共同的恩人戴宗关主被四位古老信仰的主教困住了，每个主教都守护着一道锁链。把观主困在这个世界之外的监狱，我们设法召唤出通道，前往主教所在的监狱。你的任务是找出教主并杀了他们，才能让观主获释。去吧，你会在外头找到黄金和有意加入的入教者，碰到不愿意就武力必打一半开启。我居然是靠武力嘛，就这样。走吧。哇，这个游戏的那个顺畅度我好喜欢哦。Let's go, baby. 哦。结果是无敌强。真的哎，物理强制你入教哎，我们就一个爱心，暗领，圣战士之刃，流浪战士的忠实伙伴，功能平衡的刀刃，造成中伤害，伤害值 1.2 速度一，好，哦，哎呀，砍这些东西还有掉东西，这是什么？你将进入那两个字怎样读啊？来什么主教的禁地？违逆古老信仰之道者，必将遭致毁灭。毁吧，毁吧，这世界就毁灭吧，就跟你一样毁灭吧，大家一起毁灭吧，我不介意。来西，来西，假的，呀，我被打了，假，我有点障碍。我跟你说，我用近距离的武器特别的烂。OK，
们还找到肉肉，这些草可以带回去耶。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破坏可能会掉东西，是不是？哦，克劳涅克战颂圣阳，望向伟大力量的连接，预言中释放下界代宗冠主的圣者。这是塔罗牌告诉我的，好几辈子之前或许还没。圣阳啊，我一直替你抽过牌，不过这倒是第一次。拿着这些牌吧，我们每次再见时，我会再抽多一张牌，牌能赐予你力量。为什么突然间惊叹号入教了？等一下。我换一个爱心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左边这个是什么？献出一颗爱心，立下一段誓。蓝心，蓝心好像蛮不错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拿蓝心试试看。哦。我有移动障碍，我好像碰到他们不会被打到。只要我碰到他们不会打到的话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。可以拿到草哎、欸，其实草可以去碰魔，算了，先拿这吧。说不定砍一砍，砍一砍，然后又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出现。他可以被我按着打。哦、oh, ，可以被按着打 ，OK， 可以被按着打的话，就很好做事情了。OK， 好吧，再割点草。嗯，我还被卡住。挺好奇的 ，OK， 好，没有，我还是在确认说他会不会跟着我滑鼠方向跑，最怕就是这种东西，对吧？哦，这是什么？病残黑心，充满恶毒堕落之心，受到攻击时画面上的一切造成伤害，哦，反击美，简单说是反击美，对不对？哦、oh, ，OK， 哦，这边还可以采莓果，呀，六跟三加二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用打的话呢？三加二，那我不如用打的。OK，Let's、okay, go, baby。借木材不一定要木材耶，我在讲什么？哦哦哦，感觉旁边那个东西有点不太妙，红红色的。你要飞吗？我等你飞再打你。OK。等一下。啊！我有一点点的操作障碍。哦哦，二十八个金块耶 ！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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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掉。我可以按住他打哎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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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呀，这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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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怎么可能？教养你明明被处决了，整个羊族都没了，但你却在我眼前，好诡异。
红影冠他的力量真的吗？如果我的实力还在你之上，赶快逃走吧，小羊。哎呦！你走得够远的，小江阳，我的教徒什么事都愿意为我做，你的最细神能做到什么？安杜西亚，我愿为大业牺牲小我，哦，万能的领主，消灭红眼怪。哎呦，哎，还蛮可爱的。安杜西亚你好，安杜西亚 ，OK， 安杜西亚 ，OK， 安杜西亚。大概抓到他的行动方式，只是我有炸欸，你家的孩子好麻烦，我先打掉他。啊！OK， 安杜西亚你好，你该改姓了吧？拜托，饶了我，让我改信你的圣教吧，我会忠实追随你的。啊，就这样，还是这样跟着我了。哦，教徒外观 ，Let's go。哦，教徒可以换上新动物的外观，哎，好酷哦！你们有新外观的各位观众？我可是我有的看地图吗？其实好像没得看地图，赛斗赛斗。我记得上面好像有一条路，是不是？还是我记错 ？OK， 好像，哎，我没记错。噔噔噔，有吧？我记得。哎，我们都不只是这个来命运游戏的玩家嘛，来看。击杀一名敌人有十趴机会获得爱情，我就需要这个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好烂哦！各草各草，我觉得草会有用到。对不起，我收集屁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哦。哦，要打多四只才可以解锁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哦，可以可以，这游戏顺畅度我好喜欢哦。